大家早晨啊！咁尋日朝暮拍香港早晨啦，因為都落幾大雨下嘅。咁今朝嘅情況都差不多啦，都係烏雲密布啦。咁今日嚇正式踏入呢個估你唔到遊戲咧，倒數最後兩日啦。咁今日決定俾一個再重要嘅提示大家，即係如果冇睇今朝香港早晨嘅朋友咧，應該都好難機會贏到獎啊！嚇，第一個提示就係、是、嚇、啊，當然啦，我依隻錶嚇估到後邊嘅 number， 你知有幾？幾多分噶啦？基本上都穩待一份獎品，甚至乎係即係拍高嘅大獎都可能係你嘅。咁啊，之前我俾過一個提示咧，就係、是、嗰四個 number， 第一個 number 係一啦，第二個 number 係個大 number。大家知唔知大 number 同細 number 係點解咧？嚇，細 number 我係指零、一、二、三、四 ，OK。大 number 我係指五六七八九為之大 number， OK。咁我已經講咗啦，第二個 number 係大 number。依家我俾埋最後最重要嘅提示，大家就係、是、第三同第四個 number 係重複之餘咧，仲要係大 number。咁大家今日嚇、啊，如果係有時間嘅，即刻去改你之前嗰啲即係啲答案啦嚇、啊。今日係最後一日嘅機會嚇、啊，去改啦。過咗今晚12点咧，我就唔再接受任何喺我嗰條片啦。估你唔到，應該係第二條片啊，叫你估我依隻白色嘅拍高後邊嗰四個 number 嚇。啊就今晚12点截止啦，估中100分呢100分一袋咧，你基本上连份奖品甚至乎系大奖咧都稳袋喺手啦。点解话冇睇我今朝呢条香港早晨嘅朋友咧，应该就几难攞奖啦，因为今朝呢条香港早晨咧，我亦都会送出30分啊，嗰30分一定要喺呢条片下边留言嘅。點留言呢？因為尋日我其實用了大半日、啊、去將、啊、每一集即是 so far 都拍了17集的那17集啲攞到分的朋友，每個朋友啦、啊、每位留言的朋友都有分的嘛，係嘛？即係如果你答中的話，或者是有啲影片下面答錯答啱下留嘅言都有分嘅，咁啊我就用了大半日去啊計嗰啲分啊，咁啊發覺有一個少少嘅問題就係咧，因為 YouTube 啊有時你哋啲名咧佢係用嘅係用個代號嘅，咁變咗咧我喺度即係計大家嘅分同埋啊想寫出邊位係得獎或者係得分嘅朋友咧有啲難度，所以我決定今朝咧就嚟一個遊戲一個小遊戲，就係咁嘅，即係你只要將你自己電話號碼頭兩個字同最後兩個字嚇、啊、寫落嚟依條片下邊嚇、啊，我就會俾你30分嚇呢一。啊個亦都係方便我到時咧，即係如果嚇、啊、你得獎啦，你嚟領獎啦，我同你 verify 你嘅身份嘅時候咧，除咗你嘅 YouTube 嘅名或者係代號之餘咧，仲有一個電話號碼嘅頭兩個字頭同埋尾兩個字去確認你啊嘛嚇，咁啊亦都係方便我嚇，亦都係方便你嘅嚇、啊。OK， 咁啊只要喺依一條片下邊留低你電話號碼頭兩個 number 同尾嗰兩個 number 咧，你就會得到30分噶啦嚇。咁、啊、今朝依個香港早晨咧，我都要特別多謝啦，依兩年來啦一直嚇。啊支持緊我嘅朋友嘅，咁啊呢兩年啦，標誌大人呢個 channel 都做咗好多嘢嘅，我相信嚇、啊、比起其他嘅手錶 channel 咧，都做多咗好多嘢啦，嚇、啊、亦都係講多咗嚇、啊、人哋唔敢講嘅嘢啦，咁啊之後當然都有啲人嚇、啊、嘗試去學我哋啦，或者模仿我哋啦，不過冇一位嚇。啊手錶 YouTuber 可以好似我哋啊，因為起碼佢哋冇我哋同
我哋嘅嗰班標迷啊，嗰、那個好強嘅嗰個聯繫啊，即係大家都知道呢兩年我都嚇、啊、又嚇、啊、識咗好多啊新嘅朋友，亦都成為好朋友。大家都知道離昌同學會咧係有幾多位成員，同埋一路咧對嘅聯繫咧都非常之緊密啦，成日都有聚餐啦嚇。咁啊，依啲都係我非常珍惜嘅嚇、啊。我係珍惜依份友誼同你哋所有人嘅友誼多過我賣出咗幾多隻錶嘅。咁我哋賣錶咧，大家都知道華哥嚇同、啊、我哋賣錶係專業嘅，我哋亦都係揀擇嘅，我哋唔係求其咩錶都去推介或者係去介紹俾大家嘅，都係啲嚇有牌子嚇、啊、有筍價嚇、啊，或者係一啲大家唔係太熟悉嘅牌子，但係有理念嚇、啊、有歷史嚇，同埋嘅價錢都公道嘅。先至賣俾你嘅，我哋唔會賣你一隻炒錶，然後同你講嚇係一個筍價，不過依然係炒價嚇。咁啊，依啲我哋就唔會做嘅，亦都係做唔出。咁啊，呢兩年我所做嘅嘢啦，我唔會用嚇、啊、有幾多訂閱者訂閱我個 channel 嚟嚇、啊、衡量嚇、啊、成功與否嘅嚇、啊，反而我係會嚇、啊、以大家嘅友誼嚇、啊、越嚟越多嘅友情。好友、老友、標迷啦嚇、啊，去俾自己一個成績表嘅，咁啊，我覺得咧嚇呢、啊、份成績表都係漂亮嘅，咁我亦都係好多謝、好珍惜、好感激嚇、啊、所有支持我嘅人啦，同埋嚇我啲好朋友啦嚇、啊。雖然有一啲曾經係好朋友，依家離開咗我哋，不過唔緊要嘅嚇，即係。即係友誼呢啲嘢嚇，有時可以好脆弱，有時亦都可以好堅固嘅嚇、啊。有啲朋友、老友，甚至乎仲嚇好感情過家人嘅，咁啊，你可想而知啦。所以咧嚇、啊，希望啦嚇、啊，標誌達人呢個 channel 啦嚇、啊，會繼續嚇咁 啊壯大落去嚇、啊。最緊要我哋亦都係啦，憑住我哋做錶嚇、啊，做呢個 channel 嘅宗旨啦嚇、啊，要賣啲咩筍錶筍價嚇俾、啊、大家嚇，呢、啊這個先至係我哋最終嘅目的嘅。咁啊，之餘啦嚇、啊，得到你哋嘅友誼，亦都係我哋最感安慰嘅一件事啊嚇、啊。今日祝大家嚇、啊、有一個愉快嘅一天啦，拜拜。